光奖金会怎么用，让那些沉浸黑暗的地方都照得到光，未来可以持续在做公益回馈给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光奖金会怎么用，买房给家人用，或是慈善捐款，有没有想法？我有回馈给金门的县政，金门县的社会这样。那我希望说，可以未来可以持续在做公益回馈给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杨哥，你把我的话都讲了。就是在比完赛啦，其实就有公开说过，就是我拿到这块金牌之后，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希望可以利用大家在对于我的关注度，那我希望说。可以做多做一点公益，那当然会希望说把这笔钱可以运用在回馈于我的母校，回馈于一些公益上面，然后让那些曾经黑暗的地方都照得到光。其实嘛，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切都是那么的未知啊。那因为四场比赛遭遇过的对手只有八强那个相遇过，那其他都是没有碰过的对手，那你也不会知道说对手的实力状态如何。那在上场前，我就是会先做个深呼吸，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情绪平稳下来，然后告诉自己林玉婷你是最强的，然后告诉自己相信自己，你一定做得到。那我也是谢谢大家愿意相信我，那我最后成功做得到，谢谢大家。谢谢，太感人了，相信自己，怎样呢？我觉得我在面对低潮的时候，我很常回国小、国中、高中这些比较求学阶段的时候，我去看他们选手去训练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找到初衷，我觉得我应该很庆幸说，我现在是在投入一个。我的梦想的一个职业，让我可以在求学阶段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羽球这项运动的投入，而看着他们，我就会知道说我继续从事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跟他们一样保有初心，一直继续往前走。然后当然没办法决定说我最后的成绩会如何，真的没办法决定，但我起码知道说我很热爱这项运动，那最后达到怎样成绩我没办法肯定，但我希望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我只是说我把比赛后的第一拳献给大家。第一神拳献给各位啦，金童玉女跨界金牌战。好，我们站近一点点。好，两位站近一点点。好，来摆出你最帅气的 pose。好，那我们有请教练也一起好吗？因为教练要担任我们的裁判。今天的羽球是比较大颗一点点哈，把放大一下。来，两位过来，过来，过来，来。好，裁判要先讲解一下比赛的规则是吧？OK， 好，来看向中间，接着准备面向您的右前方。紧接着准备转向您的左前方，再度回到中间。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是别开生面的对决跟跨界竞技，所以等一下赢的话呢可以下去跟观众朋友们 high five。 好，那 high five 有个规则就是不能十指紧扣，好不好？小小的要求，不能十指紧扣。 OK， 好，审喽。好，那在评选当中呢，一个是用拍子，然后一位是用拳击，然后看球在哪一个地方落地，那就算对方得分，好不好？那三胜两胜可以吗？可以。教练有需要补充什么规则吗？先帮他猜拳。我们先帮他猜拳，因为现在变成小叮当了。好，剪刀，好，来预备，还是要用脚猜拳。啊，那你要不要用脚？好好好，来预备，好，还有可以用打的，对，还是你要用左手？不用，好，预备，比赛开始。好，球来了，来，快一点点，继续。好，第一拳呢是水温，然后第二拳是深度，第三拳比高下，好不好？来。第一拳呢，刚刚是李阳得分嘛，对不对？好，1-0。
球。哇！好，等于是 Deuce 平手，是吗？啊，出界了吗？出界了。好，再给好，再给林阳一次机会哈、哦。好，毕竟呢，球这么大，拍子这么小。好，来加油。哦，这田苑教练这算出界吗？也是平手。好，那我们就最后一拳，最后一球。好，预备，请发球。哎，好了，恭喜。那我们今天这个跨界的金牌赛，恭喜我们的台湾女儿。也谢谢李阳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赛事，两位都是我们的金牌，都是我们的冠军。玉婷，您会希望有一天可以穿着属于台湾的运动机能服饰品牌站在国际舞台上吗？当然会希望说，当然会希望说有一天可以穿着属于台湾人的品牌，然后站在国际上，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来自台湾 ，Made in Taiwan。是，谢谢玉婷。那接下来第二道题目来询问一下李阳哦，因为之后呢要就是要开始培育其他的后进，提携后进嘛。但是教职人员呢，其实任职之后运用量会开始减少许多。那我们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对，所以您也会持续的不间断的进行训练吗？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保持我的身材吧，希望可以由大家来督促我，不要那边太胖。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媒体要发问的？麻烦请举手告知。想请问两位哦，就是国光奖金要怎么领？按月领还是一次领？有没有想法？肯定是按月领，因为毕竟我也才第一次嘛。那只有杨哥才会有这种想，才会有这种选择障碍吧。我应该也还是按月领吧。是。好，那这位媒体要发问。之前那个玉婷有播，这李阳有播过这你们三人的金牌照，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金牌给传承给玉婷？玉婷现在感觉怎么样？传承到这个金牌？当然很感谢，就是不仅奥运啊，然后连同亚运也是，因为毕竟他们拿了冠军之后是非常的繁忙的，对，然后那一天，当天等待我们杨哥也是等到三更半夜了，对，然后就为了一睹这金牌的风采，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这么辛苦打完比赛、药检完、采访完、治疗完，还愿意回来跟我拍一张照，然后给我一点金牌之气，对，让我握有下羽球之神的力量。谢谢。那还有没有哪位媒体需要提问的？来，请。这一起合作的。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在国训的私交就还不错，所以其实可以一起合作，这次在大家面前一起合作，我觉得蛮好的，蛮开心的，然后也蛮放松的。那红毯之夜有没有想好说要穿什么，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吗？红毯之夜其实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只能说大家敬请期待了，就是希望当天我们可以拥有最好的状态，然后最华丽的方式登场。希望有不一样，给带给大家有不一样运动员以外的样貌给大家看。谢谢。啊，还有没有进京之后就是代言也比较多了，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代言合作？跟就是因为你们也成为网友追捧的目标嘛，那有没有就是网友也敲完说要你们代言什么这样？我觉得回国第一个代言就是公益大使，我觉得这个身份非常的好，而且我也非常荣幸，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也希望说可以都透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让大家更关注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毕竟我也曾经是那位需要被帮助的人。好，刚刚有说那个卫生棉的代言，卫生棉的代言是，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就是你有这个代言。其实这个代言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在规划，不是说因为这场比赛或者是这些声音出现之后才有这样的动作。那也很高兴说这位陈董，那他愿意就是让就是投入更多的资源，然后拍出这么好的形象广告，然后投入这么好的产品资源来帮助我们，因为毕竟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跟陈董认识。那其实
他也一直是为投身处在公益，然后普落人祸的啦。因为毕竟我们拳击队的很多小朋友都是来自贫困的家庭，那家里生活比较困难，都是陈总透过自己的号召力找了很多资源跟赞助来帮助这些小朋友。虽然这些数字不用太多太大，但是他能够一直持续帮助他们，那我们的之后的基层选手的发展才会延续下去。那我们未来不管是全民体育还是竞技体育，一定都会越来越好。